关注腾讯动漫 APP， 千部作品更新中。小子，让你看看老子的招牌武技七步无花影。你到底是打架还是摆造型？赶紧的吧，送死还这么心急。好快，没想到这个大怪居然是速度型。老六的速度比半年前增进不少啊。我看啊，这小子的剑就算再快也快不过六地疾风般的速度。抓不到我吧，抓不到我吧，嘿嘿，看我怎么玩死你。吃了大死就不要靠这么近说话了，和苍蝇似的在耳边嗡嗡乱响。速度太快控制不住了。白痴，只知道转圈，非往我剑上撞。可恶，别动。怎么打不过本座就准备以多欺少？你的头还真硬啊。军长们，今天你走不了了。Yes!
是你们逼本座动用底牌的。美莲，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短？这牙签就是你的底牌。你这底牌能不能切开苹果都不好说。这么短，和大当家的青龙刀比，可差得太远了。乖乖把我派弟子交出来，还有商量余地，否则别怪本座在黑风寨大开杀戒。呦呦呦，大开杀戒，用那刀吧？啊，老大，你是在用生命搞笑吗？我不行了，我想到肚子疼。好了，就是个跳梁小丑，送他上路吧。是。也不知道解开封印后会怎么样，没办法，赶鸭子上架吧。速度使用开眼之符，难收之刀，封印解除。万劫。哪来的强光啊！哎呀，闪瞎了！难道那不起眼的小刀是一件高品质武器？啊！亲娘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位啊，我呼吸都变得困难了。这就是难受之道吗？也忒长了吧！刚才嫌短，现在又嫌长，你可真难伺候。军长们，先把刀收起来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不好意思，本座四十米大刀拔出来，就很难收回了。哥儿几个上啊，我疼什么呢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刚才不是跑得很快吗？怎么不跑了？我可跑得到啊！今天，本座便替青阳郡的百姓清理这个贼祸。大爷饶命啊，放过我们吧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，落草为寇的呀。被逼无奈只会给自己的堕落找借口，我不会和你们一样随意取人性命。黑风寨作恶多端，从今天起就地解散。你们几个把我派受伤的弟子送过去，然后自己去逛破案吧，不要想跑哦。本座要抓到你，易如反掌。滚吧。本座让你先跑39米如何？别，军长们已经救出贵派弟子，就饶了我一条狗命吧。钱还要吗？不敢要，不敢要。大当家，本座很好奇，你为何会突然盯上我铁骨派？而且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？我可不记得我有说过。周某对不久前的百宗招募略有耳闻。本座希望你能说实话。是林泉宗，林泉宗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劫持贵派弟子，取你性命。原来如此，那就带着你的罪孽
上路吧。你们几个仗着武力高强，为非作歹，罄竹难书。本座今天就要替那些枉死的冤灵。